们的神防卫掉下来蛮好的。好，我要再去干中一次了。他们往上走了。我找一下。左下也很好打，哇，小鸡，小鸡超猛的，直接冲进去玩，这边超好打。中间哪里好打？这就是半圆过去、欸。我旁边好好笑，两只鸟在对射蜜糖跟那个幽冥 X 月，在哪里？蜜糖叔跑掉了，蜜糖叔跑掉了，对吧、啊？啊，无极来了，超好笑的，对，超好笑，真的，你自己去看，两只鸟一直互射。娇娇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在你后面，我刚被打回家。我在帮小雨我发现你帮我加加和没加加打水晶速度有差、欸，那个 boss